小易，啊，你快看，孩子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赛罗，我真的太生气了，好多小朋友都说自己是我的真爱的人，想成为我的人间体，结果连我的眼睛都没有认出来。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左下角看眼睛猜奥特曼，如果你连60分都考不到，就不配做我的人间体，你敢把分数公布出来吗？